说也简单，叮咚，邮差来了，邮差来按门，一打开挂号，你开始老欠官，为什么？其实这个故事的主角，这个苦主就是画面当中这个阿秋姨啊，阿雀姨。阿秋姨啊，是安怎嘞？他每次只要邮差来按铃，叮咚叮咚，夹个皮皮出来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答案就是四个字：支付命令。又是支付命令。为什么会这么可怕？因为其实这个阿雀姨呢，她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朴实的一个这个海产店老板娘，就像我们邻居会遇得到的阿尚啊。对，那她就在高雄开了一家海产店。嗯。她平常店里面就是四五桌这样子，生意非常的稳定。对。每天很开心啊，打个上炒了菜啊。这个客人吃得开心，下班收工回家赚了钱很开心。对，那一天他就跟平常一样回家去，可是很奇怪的是，他的邻居跑过来很紧张，跑过来怎么了？哎，阿雀，阿雀，你这边怎么有一个这个法院的公文呢？法院的公文，赶紧管！怎么会这样？来看看一下，看到啥？马上就看，他说受文者，也就是收信的人是谁？是这个银雀小吃店，而且讲说。就是这个阿雀姨的雀哦，也雀的对吧？对，银雀小吃店、啊，那就是给他的喽。对，是给他的，而且说他的老公说欠了一个叫做庄小姐的人欠了一笔债务，然后说呢，啊，你的老公在这边上班，你老公欠人家钱，所以呢，你这个阿雀姨这个银雀小吃店，你要帮你老公支付三分之一的薪水，每个月要这样扣掉三分之一，去支付这个债务。欠钱还钱，天经地义啊。问题是，阿雀姨开一个小吃摊啊，是走是谈日子。轻轻松松悠悠在这，问题是因安干母你要也薪水，伊要甲扣也薪水，干母。问题就在这边，他说他拿到这个公函，他看到支付名，他说啊，这一定是诈骗啦，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他这样说？三大理由。第一个他说我们的店叫做顺心海产店。哦，不是银雀。对，不是银雀嘛，这就不一样。好，再来第二点，他说我老公没有在我这边上班，他没有领我薪水啊，对，为什么要扣他钱？对。再来第三个理由，他说啊，我老公也没有在跟人家借钱呢、啊，他说啊，这一定是诈骗，不理他，不要理他，去拿了丢了就丢到垃圾桶。啊，接下来没多久之后，一阵子过后，奇怪，同样的内容，同样写着支付命令，同样写着银雀小吃店要帮这个她的老公扣三分之一薪水。就想说奇怪，这诈骗集团还真的是不死心哎、欸！对啊，阿秋也爱点雪糕，哎，你现在锲而不舍，我都已经不理你的，你一而再，各位再而三。寄来第二次，他想说不理你，丢垃圾桶，砰通就把它丢进垃圾桶。不理他了，做生意重要了。不理他，对。接下来一个月过后，哇，事情不对劲了。怎么了？为什么？因为他领钱嘛，没钱用了，要去领钱。哎，按了这个提款机，余额不足。啊，你钱帮我搞定，那个余额不足。哎呦，他想说奇怪，是不是我的提款卡掉了，还是被人家盗领了？哦，盗领有可能哦。那想想不对啊，赶快打电话，就打电话到银行问，银行这时候跟他讲说，扣你钱的人是法院呢。什么？法院扣我的钱？对，我又没欠法院什么扣钱？他整个头皮发麻，怎么会是我的我的这个所谓的储蓄的内容，全部通通都被银行给扣光光？所以这个部分他真的是吓坏。为什么？一般来讲，那没 key 密码按一按，密码你自己设的，只有你知道，对不对？卡在你手上啊，密码只有你知道，领钱也是再简单不过。对，会发现里面钱吸个精光，他吓死了。对，他以为被盗领，又没有，不是，他更害怕了。结果是法院啊，法院扣光了他的钱之后，他想怎么办呢？接下来再查下去更恐怖。怎么了？他整个双腿发软，因为呢，不只是他的这个存款没了，就连他这个海产店也要被扣押。啥话？还没结束、哦。阿秋爷海产店，你刚刚说的四五桌，他赖以为生养家的最根本的地方，也要被查扣。对，阿念换你家，阿念丢，你查我。户头里的钱啊，你又来查我的店啊，你的亲门踏户店之外，再来还有，就连他这个土地啊也要被拿来拍卖抵债。这中间误会大了，他不过是被骚扰了两次，他以为是诈骗集团胡搞，我不理你，搞得我钱没了，我店没了，土地也没了。他吓坏了，查个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接下来呢，他就赶快跟书记官讲说：“你赶快救救我，我整个倾家荡产，我怎么过日子？”书记官两手一摊，跟他说：“哇，没法度，因为呢，这的确就是法院照着程序来执行。”什么你没法度？你没法度啊！我的麻烦啊你！他真的是吓到这个魂飞魄散，他就赶快问老公，就问你老公，问他老公说：“到底是不是你去跟人家什么庄小姐借钱？”我没啊，我。他老公赶快发誓，我赶紧记住，我真假不，我真的没有去借钱。那到底问题会出在哪里呢？接下来要看的就是说，因为啊，原来是他的先生之前开过了一张本票，过期的本票，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落到了这个庄小姐的手上。被他拿来去申请，跟法院申请支付命令，并且取得了他的债权，要对这个阿雀来下手。所以今天
连土地、连店面、连你的动产那些现金，通通被扣光光的时候，倾家荡产，才去追，追出了这个所谓的过期的这张支票，去申请了债权，然后进而丢出了一张支付命令，吸干你的血，扒你的皮，吃你的肉。一层一层拔掉，完全不剩、哎。而且呢，不要以为这样就结束了。不是有说到他这个隔壁这个茶叶行的老板娘帮他代收，当时帮他签这个，就连他都差点遭殃。怎么了？会这样？因为呢，当时他帮他代收的时候有这个回执嘛。对。啊，回执，这个庄小姐就根据这些资料，也申请了支付命令，说这个阿雀姨的先生在你的茶叶行上班，我要扣他三分之一薪水，你要帮他付钱。那不是空哥，他又没有在我这里上班，再清楚不过的，我不理你啊。这有问题，所以他立刻马上提了异议。因此呢，法院来进入调查之后，好不容易赶快要及时的把这个悲剧赶快给阻止掉。所以你说隔壁的这个茶叶行又偶乖啊，我赶快去提异议，差一点就遭殃了。哦，对，所以支付命令你可以看到。同样一户隔一道墙，两家都被削。对，好、哦，那往南走，南台湾还有个很可怜的年轻人，才刚刚出社会，没错，20岁，同样也是受到这样之苦哦。为什么这样说？这个小慧呢，她才是20出头的这个大学新鲜人哦。嗯、那么呢，因为她本身她的老家是在屏东，嗯，老家在屏东，对，不过就是住了高雄嘛，然后长大之后呢，到台北来念书，对，因为妈妈很疼这个女儿，宝贝女儿掌上明珠，所以呢，她这个老家。名字就登记在小慧的身上哦，对他非常的好，对，没想到问题就出在这边。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因为有一天妈妈回家嘛，嗯，收信，哎，给我们小慧的，一看老家的地址，收到这封信，他是说呢，小慧开了一个叫做兵哥修车厂，而且呢说小慧的二叔呢是里面的员工，欠了一位又是这个庄小姐，又欠了她钱，她妈妈想说。怎么可能？哎，我女儿是一个大学生，哪里来的什么开什么兵哥修车厂、嗯？再来，他的二叔早年就已经到大陆去发展了，嗯、哪可能在这个修车厂工作？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份公文，一个不存在的修车厂，一个不存在领薪水的二叔，人都到大陆去了，是理都不理他，他完全不理他，一样东西丢一丢就把资源回收掉了。对，没想到呢，接下来同样过了一两个月之后，又再收到同样的支付命令，是他想说。哎，真的是不死心，不理他，一样丢垃圾桶。好，这是第二次喽，第二张喽。没想到，因为这样子，妈妈没有去注意哦、欸，糟糕了。怎么说糟糕了？女儿出了社会，领了第一份薪水20000多，好开心啊！要买衣服，要买化妆品，要约会。没想到薪水打开看，哎、欸，怎么三分之一的薪水都没了？被谁吞了、啊？谁把他的钱给拿走了呢？嗯、答案又是法院。又是法院扣，再度是法院扣了他三分之一的薪水。是，这一查才知道，而且这一查怎么查，非常的繁琐，因为打了官司，提了4件的诉讼，再来律师费花了20几万。哇，你扣我薪水，打官司律师费，我还要再出20几万。对，本来是一个便民变成一个扰民的状况。对，他打完官司之后才知道，说他根本这个二叔没有欠庄小姐钱，从头到尾没有这么一回事，子虚乌有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支付命令由北到南，哎，我们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谈哦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，一而再，又再而三。今天邱荣来跟我们讲讲看哦，大家其实没有说开不知道，其实只有我遇到倒霉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全新的诈骗手法，给你按了一个叮咚，支付命令丢进来，吃不完兜着走，多的是，告诉我们有多严重。这个恐怖的支付命令炼金术呢、嗯，全台湾哦，根据这个统计，你看光台北哦就有21件，这吓人了。北中南、基隆、桃园、新竹，再来恐怖的数字在这里，高雄有189件。全台湾北中南加起来261件，这数字多么吓人！代表的就是有200多个受害者，都在这里头。所以哦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一个所谓的受骗达数百人，各位看，用同样的手法骗了很多人，把庄小姐跟她先生的姓名拿去查询判决书查出来的。换言之，这是一个连续诈骗手法，长夜诈骗手法。好，谢谢邱荣带我们看到这个非常可怕的。非法无良的炼金术，叮咚一下丢一个支付命令给你，真就是吃不完兜着走了。蔡律师继续来跟我们讲讲看，我们刚刚看到了，其实是有层次的诈骗。我们看到债权申请，我们看到支付命令，我们看到束手无策。带我们来解剖一下该怎么自保，我们愿意不厌其详的告诉大家。其实这里面、哦、除了支付命令的问题，还有执行命令的问题、哦嗯、大家有没有听到？
欠钱的是阿秋姨的先生，对、啊，还有那个小慧的叔叔啊，对啊，最后怎么连那个阿秋姨、小慧都有事情哈、哦？是，一般呢、啊，我们取得那个执行名义，比如说他是某家公司的员工，嗯，我们就会去他的公司里面扣他三分之一的薪水嘛，就冤有头债有主。对，那老板说，哎，不对啊，小慧说我又没有开这家公司，没错，或者说这个员工已经离职，离职怎么证明？包括那个劳健保退掉，就是没有这个员工了嘛，对，但是。你要接到执行命令，要去跟法院声明异议，说没有哦，我没有开这家公司，是或者根本没有这家员工。对，如果你没有去异议的话，哈，哎，债权人哦，竟然可以去申请哦，直接对老板执行。所以今天我们看第一个 mega 是什么？今天不是冤有头债有主，针对某一个人说，哎，腾雄，你欠我钱，我支付命令给你，而是株连九族，对，我寄给你太太，对，你太太也要赶快提异议哦。我们今天哈，其实接到法院的文件很简单嘛，我们今天看信封啊，嗯，上面就会写，比如台北地方法院博爱路131号，是，这个就是法院寄来的啊。对，那支付命令你要在20天内去异议，如果是执行的话，你要在10天内去异议哈。那异议会不会很难？其实不会啊。像我们这边哈，对，上那个司法院的那个网站啊，是这边是不是就可以看到一个那个诉状的范例？哈，对，那诉状范例你点进去之后啊，编号99写什么民事异议状，就可以申请当漏下来，对不对？当漏下来就是一个 Word 的状子，你根本就可以不用附理由，包括、支付命令的异议，包括执行命令的异议，对，你都可以这样去做。是，那事实上我们节目之前报道过之后啊。支付命令的诈骗案件有这么多哈，现在立委也有提案要修法了。结果那个司法院怎么说？哎，你们这些支付命令的被害人，你们该去提再审啊。那一般人懂不懂再审？问题有这么的困难哈，所以这个是不太容易的事情。你看他为了要甩掉那个债权，因为莫名其妙给我安一个债权，我为了甩掉，我花了4个官司，20几万呢。对嘛？而且他还这么辛苦去走这样的程序哈，所以。在现有这个法令规定还没有修改之前啊，一定要记得接到法院的支付命令，一定要去异议啊。好，我们希望呢，被害人不要再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上钩，哎，急就拍坦了呢。